我身上的上衣我有买哦，我觉得超级俏丽可爱的，但是它就是颜色取胜。好，颜色拿出来，你看很可爱的芥黄色或是绿色，绿色搭配白裤也很好看，然后搭配牛仔裤也很好看。这件呢，它非常的简单，胸围的部分我觉得它可以容纳到蛮大的，肩带不可调，也不太需要调整，因为其实这个我们很多小帮手试穿过，就是刚好蛮定位的。再来呢，就是看到它的提花蕾丝滚边，加上它的小衬裙，但它的小衬裙我觉得很加分，它让我们的身材是这样凹进去再出来的，再衔接我们的屁股，整个人身材比例超级好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遮肚又遮腰，然后整个就是曲线非常的棒。它一样也是我们的软料薄款的，它是有点棉麻的概念哦。很多这种衣服啊，它的小裙子会这样哎。好，会这样我觉得就会有一点小扣分了，但是我们娟家的一定帮大家做腰身出来，重点是连孕妈咪你穿这件都可以很漂亮。如果你是肤色比较黄的，我还是会先推荐那个芥黄色哎。好，我还是会推荐芥黄色，我觉得芥黄色穿起来是显白嫩白的。然后绿色其实是中肤以上都可以穿，自然肌肤或是偏白的女生都可以穿。